古城中心今年首度获颁2018最佳服务零售商商场组别奖，我哋深感荣幸，得奖系对前线同事多年来不懈努力嘅认可，要在众多商场之中脱颖而出，全因太古地产一直坚持以客为尊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，致力为顾客提供贴心优质的服务。公司亦持续投放资源培训前线员工，并不断提升商场管理水平。今年初，我们的人力培训团队特别推出格外用心成就非凡计划，鼓励前线同事缔造卓越的顾客服务体验。透过神秘顾客计划，相关报告令我们取得业界的专业意见，深入了解顾客所需，继续提供专业贴心的服务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亦更清晰了解商场服务中有待改进的地方，并充分吸取专业界别的建议，从而进一步提升商场的管理水平和优化我们的服务，继续为顾客缔造非凡的购物体验。